所以作为评委，你是更愿意看到那种唱跳舞台，还是专门 work 舞台？其实我都愿意看到，真的，如果是唱得好的，真的是能打动人的，就像刘惜君那样的。其实我在音乐上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。包括我个人其实挺喜欢伸手到一些我可能未知的领域去探索。这次来乘风2023呢，也是一样，是一个未知的探索。不管是什么风格，我都希望我自己是开阔的，很期待我即将会发生的事情。从前、现在、过去了，再不来。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，把云外太高级了，惜君唱歌特别特别好，他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嗓子，没想到他真的很大胆，就是选择清唱，我真的觉得我给他400分。